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陈浩，今天我们带来是色匪师带来的一个实战解说。色匪师呢，大家都知道是尚恩的 man 角对吧，我为了向他致敬，也来个专精色匪师啊，不专精色匪师带。我们现在这个名号不能随便就讲出来，不然会被一堆人就是针对性攻击。哦，专精色匪师的如此而已嘛，如此这般，这样也敢说自己专精。好，我们的这一次的辅助位是 Timmy。这他帮着我吃野怪啊。那 Timmy 呢，在这一版本呢是一个相当优异的一个辅助，但我到现在都还没买啊。不过之后应该还是会买，但我现在没有时间去练辅助，因为我现在觉得，如果打排位的话，一定要自己打野啊，就是所有成败啊都自己扛没关系。那但是不要觉得不要就是这怎么讲，这被雷太多场了，这不自己打野很困难啊，好不好？自己打野，自己凯瑞。那这边中路看到对方的罗，我稍微的在草丛做一个掩蔽，是等老大刀再压下一个一技能往前进之后，看到对方的罗是，他刚刚是缴了一段位移啊，所以我就更轻松的就是去击杀掉他了。好，我们这边看到上路这有一个刀锋宝贝，我的技能好了，直接瞄准这刀锋宝贝，一个二技能直接的搭配我的雷魔效果，是拿了对方刀锋宝贝的红 buff。OK， 刀锋已经嗝屁的情况下，本来是想吃龙，本来是想去中路稍微看一下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看到 Zaniel 在古龙那边去把我们的古龙给帮忙拿掉。那我这边的话呢，拿掉之后，我们就再继续的拿一下红蓝 buff。那对于蓝 buff 来讲，色匪师是相当依靠，非常依靠这个蓝 buff。你看，我只是随便戳戳别人，东戳戳西戳戳，我的血量就不是血量，我的魔量啊就很低了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再稍微的往上靠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做一波 gank。 然后这边看到对方罗开启他的法阵，不过我这边一个大招跳下来，再用一技能戳爆对方罗，然后再靠过来这边，一个寒冰制裁，我们看我点掉对方的锦。那这刀锋想要杀我们的 Timmy 啊，那我们的 Timmy 也是很努力的在做这个反击啊，终于成功的收掉刀锋宝贝之后，还有一个这个小淘气啊，我们稍微的就是跟他戏弄一番了。那我想说就算了，我们就待上路吧。那这边来看一下刀锋宝贝的野怪，看一下有没有一个红 buff。 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稍微的拿一下这个野怪，水哦，拿掉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能不能做第二波的 gank 哦。那我其实忘记为什么那时候突然停在那边，可能在思考人生未来。哎呦，这个锦已经丢过了一次他的位移技能哦。那这边的话还有点可惜，不过他的 CD 也好了，我看到刀锋准备靠过来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大家全员到齐呀，二技能赶快把血量给回起来。我们的 Zaniel 也抵达现场。OK， 这一波呢，刚刚是我三连杀，这一次是换锦三连杀。这边还有一个，直接一个大招跳下来，是收掉对方的罗。好，那上路这一座防御塔基本上是势必得掉，一定会掉，绝对会掉，好不好？这边的话，我到底为什么突然一直停下来呢？到底为什么呢？我回想一下，我玩射匪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在干嘛？我也忘了，好像那时候有不知道边在打，不知道边在干嘛，就突然停下来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。没办法，有时候就必须做一点正经事的时候，但是又刚好在打传说，可能会突然停一下的。我可能在吃东西倒了吧，我也忘了 ，I forget。好，那在拿掉这个古龙之后呢，不是大魔龙之后，我们就来拿着蓝 buff 吧。我血量真的掉得很低哦。你看我几乎都没再回家的，我就靠着这野怪啊，这个拾荒老人的感觉，拾荒色匪师啊，东吃吃西吃吃啊。然后再看到中路爆发一波会战，我直接一个大招准备跳下来，跳到对方的罗之后收掉。那这边直接就多吃了一个那个高地塔那个防御塔的那个
进攻哦。那这边有一个摩托斯躲在这里，我赶快的拉回啊，因为我们的提米离我们有点远，这边有点多兵线了，我先用二技能回一下血量，发现这个井不抓不行啊，用一技能缓住他之后，再将寒冰制裁，最后这刀锋宝贝靠过来，我马上把这血量吸起来，最后再一戳戳到刀锋宝贝，最后再一个摩托斯 see you， OK goodbye， see you guys。好，这边又拿了一个 triple kill。哇，这一场呢真的是跟三连杀非常非常有缘啊，想到三连杀我就想到我三岁那一年啊，最好是三岁那年会有记忆。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座号是三号，然后好像国中的时候是33号吧，我忘，反正我记得我的人生对三这个数字充满了各种巧合。你看像 Wade 他之前是三号，对，所以我之前蛮喜欢三号，不过他现在变九号了。哦，这边有点多人，有点多人，哎不，这么多甲以内，我还是空档，有没有？还是跑掉了，还是六了，还是秀了，是不是？这么多甲也拿我没辙啊！这边我还可以顺便带一下野怪，这边一个大招跳下来干掉莫托斯之后呢，这个血量掉的有点低，对方刀锋杀过来，我赶快用二技能吸点血量，最后一个大招再收掉对方刀锋宝贝，我再用二技能把血量吸回来之后，再一个一技能，然后最后再用恢复吃口药，是嗝屁了。哇哦，对方这一波很凶很凶很凶哦，啊我的 Timmy 也嗝屁了啊，这刚那一波真的是有点惨烈啊，被对方屌打了一个反打。可是前面爱丽丝那边大家都吃到太多伤害，因为隔着一个墙这个莫托斯哦，那其他人的输出位置也很好。那我们今天就来把这个古龙快速的拿掉之后，看到中路可能会爆发一波会战，我们的罗率先倒地之后，我们靠过来看一下状况啊。有没有机会击杀这罗？我赶快开启二技能往这边戳一下，缓速一下。对方刀锋宝贝跳进来了，怎么办？说时那时快，我赶快用一个一技能再回到草丛。不过我还是跳回来再继续跟他打。我这边血量真是够大颗，有多大颗就有多大颗。但是我最后还是成功的逃走。这点血现在对我来讲不算什么，还要不要打？我觉得不用了，我觉得可以退一波了。我觉得对方的井好像有点开始肥了，好像有点凶啊！我赶快的相信的队友，我相信的队友，坚信的队友可以守住这一波，所以我就把下路兵线给带一带。就发现，哎呀，队友被欺负了，我是扣个撤退，马上按一个回城。这个时候必须得回城哦，必须得帮一下队友。但是我们 Zenio 一肩扛起老大哥的这个职务，不过老大哥这个位置可以还给我了。我这边狂暴手套出来之后，我们往前追，但是已经没有东西给我杀了。他们这个没办法，队友还是 carry 了，这一场还是靠队友 carry 了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拿这个红 buff 吧，轻轻松松拿掉红 buff 之后，做一个蹲点，看一下对面的人都聚在什么地方。我这边看到对方的刀锋宝贝，我势必得进场做这一波收割，收掉对方刀锋之后，马上来戳一下这个 Alice， 加上二技能七天血量搭配我们的锦呢，成功的收掉了。那这一波 easy 捡完两颗人头，一个零换二，这个防御塔基本上推两座没问题 ，death。我们的 Zenio 出去玩了，你看直接飞走，喜新厌旧啊。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来拿一下这个蓝 buff。你看我技能一套啊，一套就把这个 buff 给带掉了。我们这边稍微留，这个莫托斯想打一个二技能，还是不要打好了。我怎么看我们紧了，所以我想说还是可以打，所以我就靠过来，然后就不停的在这边二技能回血，然后戳大招压下来收掉二技能回血。戳好 ，OK， 收掉。这一场会战呢，打的是相当的顺利。你看对方刚就想杀我，以为一打二啊，但是殊不知我的射匪师呢是没这么容易就被一打二掉的。先靠对方爱丽丝，不过我的目标还是在这防御塔，先稍微的把这兵线给切割一下，快速的收掉兵线。很凶很凶很凶，这 Timmy 很凶，我赶快的就是来打一下这个防御塔。这边Timmy 嗝屁的情况下，对方可能会杀出来啊。不过又一波兵线进去了，我是觉得可以收，但是我队友选择退。那我在下路这边也想推塔，但是队友还是选择离开。那我就也好吧，来吃个凯撒吧。因为现在已经有对方蛮多的视野，所以我觉得要吃凯撒基本上是可以的。那血量掉的有点低，有点危险。OK， 收掉凯撒之后呢？我们就快速的拉掉，好，那来把自己的 buff 都给拿一拿，快速的拿一拿。那我们必须等一下队友的一个状态的回补，那我们就顺便吃野怪，然后顺便回血。这边看到对方摩托斯有没有机会收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吃野怪就好。这边王者出了，我现在伤害是非常非常爆表。我觉得这一套呢，
真的是蛮不错的。我这边想要先收掉莫托斯吗？但是不，绝对没有。我这边是想要先推塔。你看莫托斯一个人在后面，哼，孤苦伶仃。那我们如何去找他算账？我们这边抓到爱丽丝的位置，直接先一套带掉，带掉最麻烦爱丽丝之后，这个如何免疫开吗？你开不，他开了。再一个一剑，哎，他跟我擦肩而过啊！我去，这个如何真的是蛮妙的，蛮猛的。那这边瞬间收到两只之后，但由于没兵线了，我想说中路这个塔这点牙签血啊，直接来了硬上了，收掉了防御塔之后，看到对方包刀锋我被一个一大招压下，二技能回天血量直接一技能抽过来缓速到对方的颈，最后直接收掉我的狂暴手套，为我扛起一切伤害，为我挡下所有的一片天呢，遮起一片天，扛起一片天，靠着我的狂暴手套，我感谢他，谢谢他，赞叹他。最后这一场比赛的数据是14，然后多少？14-21哦，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数据哦，是一个 double 啊，太厉害了，难怪上岸这么会玩射飞石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此结束哦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